運輸公務司司長劉士耀繼續列席立法會接受議員的提問，為了爭取市民的認同，劉士耀說會推動官員落區主動了解民生，加強對社會的回應能力，並會透過一邊諮詢和一邊構思的政策，希望增加公眾的認受性。李立祥報導。议员高开言表示，旧有制度同机制沿用多年，应该即时检讨缺失、堵塞漏洞。运输公务司司长刘士耀承认，社会发展变化日新月异，完善嘅运作机制有助政策嘅执行同落实。佢话会整体审视审批嘅流程，希望作出简化，提高工程审批效率，并用科学嘅手法规范工作流程，为咗争取市民嘅认同，增加施政嘅透明度。刘士耀会推动局厅级官员多啲落区接触市民，了解民生，确保社会充分知识政府嘅政策，加强双方沟通同政府回应社会嘅能力。我哋接受咗市民或者业界嘅意见，我哋究竟系点样咧？我哋系咪接收咗嘅算数咧？我哋嘅跟进措施系乜嘢咧？嗱，呢方面我哋系需要加强。刘士耀话会摒弃过往嘅做法，而改用一边咨询一边构思政策，再考虑主流意见，相信能够增加公众嘅认受性。另外，刘士耀澄清，并非每一项工程都要廉署同审计处介入，只系希望透过廉署等对有关机制给予意见，借此完善有关机制同加强防贪腐嘅效果。